Thank you.
本分局于11月1日12时，接获本辖中心北街9号前有车祸发生，立即派员前往了解。经了解，简男驾驶自小客由中心北街往幸福东路方向行驶，行经上述地点，疑似未注意车前状况，追撞行人裸女倒地，致头部受伤。本分局于远警立即协助救护，将裸女送医救治，目前有生命迹象，仍昏迷中。事故现场依规定测绘记录，并对简男实施酒测，酒测值达0.32，详细原因仍在厘清中。全案依简男公共危险肇事过失伤害移送侦办。